是攞你轮胎，系咪啊？系啊，唔系假噶。边个系试用口吹，吹得起嘅？奖赏50大人，50大人，没有本事吗？可以吗？用鼻子，用口来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可以哈、哦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、哦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荣幸，马来西亚的朋友。倒转了，哎呀，搞什么的都啊！非常 sorry， 德拉玛卡西，沙亚奥朗达里 China， 阿里蒂斯，苏布斯达，阿古吉德巴达姆，萨图马来西亚。OK 啊，哎，在后面等了半天了哈。终于等到了我为朋友们表演了，哇，这马来西亚还是这么热哈，好多年没来马来西亚了。这是我老板啊，花花唱片的这个前几天啊，还飞台湾帮我拍 MTV。那刚刚呢，我这几年我都在台湾啊，上了很多电视节目，你们熟悉的诸葛亮啊、胡瓜呀 这边都有播啊，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马来西亚，好多年没有来哈、啊，带来一些新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带给大家这刚刚变脸的，刚才我的老板已经说了，大家经常看，经常看。接下来这节目呢，我敢大胆的说，你们就很少看，因为只有中国，我们从小练的童子功，哎，从小练，现在练来不及了啊！就今天我在电视上演就是这个哈、啊，哎，就是 S 秀啊，你们那个马来西亚那台是吧？哎，今天现场看比较清楚啊，没有电视什么剪接呀、啊，没有，也没有遥控啊、机关呢、啊、哈、啊，朋友们可以哎现场。现场看一下真正的功夫啊！这马来话叫打压，我刚学的打压啊！哎，我用鼻子哈、啊，哎，往里打气，好吧？哎，一通常呢，差不多一首歌3分钟、2分多钟，我就上面有打气球，我就能吹爆。我也喜欢听掌声的，掌声一热烈哈、啊，我就哎，对，一分钟吹爆，好几万人，哎呀，掌声不热烈，20秒。不是好几万人，好几个姓万的人，哇！今天把我吓到了，真的。哎，你们的马来西亚的大众银行老板啊，我彪哥，我去过他家做客，真的，我不骗你们。哇，他的车牌，我坐过他的车，他的车牌是3号。今天我看着1号的车来这里了，来到这里，妈呀，真的给我笑！我这老板，我这何等高人呢？这一号啊，所以说我真好。哎，老板，一会儿我真想认认哪位大哥的车，我喜欢的，真的那个大众银行的老板的车是3号啊。这前两年我上他家去做客，就我管他叫彪哥啊，就你们大众银行的啊。来这样，我先给你们表演一个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再给你表演。刚刚我们老板说，我今天说的节目都给你们演，喷火呀，美国 Michael Jackson。好不好？来，我先表演一个，不要了，掌声鼓励啊！哎，有请，有请 ，Come on！ 呼，呼。
上气不接下气，我刚刚最后我差点没断气，我 OK 啊，哎呀，给我的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破费了破费了，现在大马行情我刚了解到，哎呀，行情没有前几年好，你这个现金还有呢，哎呀，我看。